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叫刺激。不作怎么能证明自己活着？抬脚。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想不想玩点刺激？我想给靠让他是你的我们没敢去跟中国俄勒马海特里面的韩国학생들은공지되지마세요同学们起立就是他们四个